做功课在写作业，你看，哇，很认真是吧？啊，他在写作业，然后突然呢，有一位小朋友过来，然后他说，哎，你和我一起去玩球好吗？然后这个男孩说什么呢？哎，我不可以出去玩耍呀，我的作业还没写好，等我写好了呢，才陪你去玩。所以这个男孩就不答应朋友啊，很棒哦。然后后来呢，他继续写作业，继续作文这样子。然后呢，第三个你们看，他的功课终于做好了，你看，哇，他很开心，他很开心，那表示呢，他可以出去玩了。所以他就把他的书收到书包里面。因为他已经把功课做完，哇，很棒哦。然后第四呢，终于他可以去找他的朋友一起玩球。哎，我的功课做完了，来，我们一起玩球啊！然后他们呢就一起玩球啊。这位男孩呢是很棒的，他先把功课做完才去玩耍。哇，很棒的小朋友哦，你们也要像这位朋友一样，好吗？